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的肯定。首先我要谢谢 JCIPWEA 还有我自己的团队，就是爱华教育中心的支持，再来就是我的老师，来自新加坡的沈恒顺博士的培养跟教导。我相信如果要改变看得见的东西，就要从看不见的东西开始。比如说你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举止的话，就要从他的思想开始，因为你看到怎样的世界，你就会感受到怎样的世界，到最后你就会获得怎样的世界。我要继续发挥我的生命的影响力，影响生命旁边身边的所有的朋友跟家人，让他们也有一个正念的思想，有一个幸福美满富而喜悦的生活。